双北交通首长变装圣诞老公公，发送代表点数的相国给现场民众。因为从明年起，只要加入悠悠碰会员，拿悠悠卡搭乘大众运输，就能几点换现金，还有机会抽大奖。只要搭五次的这一个捷运、公车跟 U Bike， 那么就可以累积一点，可以抽中万元的脚踏车，还有呢，可以到日本冲绳这一个旅游的这一个来回机票。大众运输几点计划今年九月上路后，成效良好，已经有超过40万通勤族加入，因此北市府决定扩大办理。未来搭捷运、U Bike、双北市所有公车都能参加几点，搭越多赚越多。持续的在发烧，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业者，更多公共运输的业者，以及更多人来使用公共运输。我们用 U Pong 来回馈给大家来使用公共运输，而且我们也希望更多人使用喜欢使用公共运输。此外，为了因应跨年人潮，还推出点数加码送，只要12月31号当天早进晚出市政府、象山、国父纪念馆等7个捷运站，最高一次可获得50点。还有机会抽2016点，价值600元，欢迎大家多多利用。凯擘大台北数位新闻，尤翔廷采访报道。